各位朋友们晚上好，这样一个温柔的凉夜还有足球相伴，哎呀，夫复何求啊。我是解说员王涛，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苏东苏指导，和我一起来为您分析本场比赛。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将在这里进行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早点看双方的精彩表演了。拿下第一场比赛之后，主队今天在自己的主场目标只有一个，拿下连胜。在自家禁区重新拿到了球权，没有找准目标啊。王双交给了娄佳慧来处理，精彩的远射，不过门将的扑救啊更胜一筹。队友前来支援已经到位，还以为这球有了，结果对手夺回了球权。这是在秀脚法呀，点球，裁判给了点球，裁判没有手下留情，还出示了黄牌。这个球拿个黄点套餐真的不冤。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会出现吗？这样他们通过这粒点球取得了一分。比分现在变成了1-0。成功甩开了防守，找准空当及时突破。好样的，他们对于刚才那个失球很快就做出了回应，强势扳平比分。这次和防守队员的较量中他取得了胜利，最后还秀了一下脚法推射将球打进。比分被扳平成了1-1。他还在继续带球向前，射门没能打穿防线。王双进攻推进得很顺利，来到了危险地带。这球有了吗？高出横梁太多了，快到宇宙了。冈希尔德·约恩斯多蒂尔，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脚。王双应该有了吧，皮球应声入网。这是完美的关云长式的单击闯关啊，突的精彩，射得更漂亮。目前的比分是2-1。斯文迪斯简，娄佳慧，王双
球又回到了王霜脚下，王霜得分的机会，面对空门这球妥妥的。比起这个进球，大家更好奇的是为什么门将不在球门边啊？这种打空门的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。没错，抓住对方漏洞，迅速将机会转化为进球，非常漂亮。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-1。达尼布伦亚斯多蒂尔，这个球啊推进到了前场了。他们控球控得很稳，直到他们丢了球权。他现在在边路无人看防，双妹子王霜拿球，近在咫尺的破门机会，但是越位了。刘佳慧，他及时将球断下，阻止了对方威胁性的传球，是时候发起反击了。防守方还是没有到位啊，一脚打门，漂亮的扑救啊。他凭借娴熟的脚下技术持续朝前推进，传到了禁区里，传中被解围了。张睿，我们看这次抢断的时机很不错。我们攻到了前场，现在是不急不躁啊，慢慢组织。这球能缩小分差吗？这球扑得漂亮。对手差点就再下一城啊。角球开了出来，还是很危险。这次的进攻啊效果不好，效果还是有的。咱们明哨了，他会如何判罚呢？好不容易打到了对方的腹地，防守队员漂亮的拦截，终止了他们的进攻计划。边路现在空间很大呀，这机会能把握住吗？这本来是个好机会，但他这个攻门质量确实不高啊。哎呀，门将轻松把球没收了。对啊，他没能把握住这次绝佳的破门良机。嗯，直接攻门了，只不过还是不足以考验到门将。中场哨声，控球技术不错，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，漂亮！他们领先3个球了，今天状态也太好了。他自信满满，带着脚下的球如入无人之境啊！彩蝶穿花，非常灵动，不愧是职业球员呐。对，才刚过上半场，比分就如此悬殊。前半场比赛告一段落，我们稍后再见。下半场比赛现在开始，王霜球权易主，到了他们这边，他的队友也支援上来了，传给了王珊珊，能把握住吗？非常关键的防守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危险已经解除了。其实边路有空当啊，防线被突破了，他可不会让这球轻易传进去。他选择了带球切向中路，
防线这次表现不错，化解了危机。他的视野很开阔，来了个大范围转移。张睿一次成功的拦截，乌龙球，我们从慢镜头来看啊，这个乌龙球也确实不能太过于归罪于他，这个球的线路让防守队员处理起来非常难，可以说他已经尽力了。目前双方比分是5-1。哎，这球又有了，我有点同情他们的对手了。这个球充分地说明了一件事情啊，有一个好的传球手，进攻难度就会大大降低。最后来了一脚精彩的推射，球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，直飞网窝。双方悬殊的实力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。王珊珊把球传到了禁区，双妹子王双拿球，没打正部位，偏出力度很多。张睿，王双得分的机会，阻止了对方的射门意图，获得了一些喘息的机会。边裁举旗了，示意这球越位，我差点没看出来啊。场上有队员要被换下了。其实走边路选择不错啊。一脚横传打到禁区找队友，王双门将一次极其精彩的飞身扑救挡住了对手的打门，角球开向了禁区中心，我都以为这球进了啊，结果偏出了门柱。哎，头球本来就不好控制，他已经做得不错了啊。从数据上看，他们不光是进球数上大比分领先，有威胁的射门也是比对手多了不少啊。他们的进攻可还没有结束哦。的确越位了，不太容易被发现，不过正好被裁判看到了。看起来主教练在调整战术啊，我看即将是要派上一名替补了。把球抢回来了，机会就在他脚下。哎呀，可惜了这叫精彩的打门，击中横梁弹出去了。这说明他们状态不错，脚下感觉还在。唐佳丽，姚伟，这次传中到了禁区，反击的时候到了，丢掉了球权，反击失败了。还有15分钟，比赛就会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。我可以打包票啊，这绝对是一个会被反复播放的进球，这种球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啊。毫无疑问，这个球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这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动作，马赛回旋，轻描淡写的拉球转身，让之后的所有动作都变得如此简单。比赛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，他在边路找到了空间，
选择一脚横传去找禁区内的队友，哎，还是没进啊，抢到点了，但是头球顶高了。王霜，他简直就是对手肚子里的蛔虫啊，预判得很准确。这球打歪了，连立柱都没碰到。裁判起初没有终止比赛，最后还是改判了犯规。他最好啊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小心一点啊。这次是口头警告，下一次可就不一定了。哎，应该能打进吧？拦住了这脚射门。皮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，飞向了球门前，成功的压迫前场断球了。有机会，这次攻门距离很近，但是门将做出了一次堪称伟大的扑救啊！如果今天能够获胜，他毫无疑问要记头功啊，绝对的。吴海燕，哎呀，就差一点啊，几乎贴着横梁飞了出去。进球的机会，这个抢断非常关键，没有让对手形成射门，是时候发起反击了。绝佳的机会，打空门的机会啊，门将失位啊，留下了空门。黄珊珊，中场哨声响起。